路人镜头下的江疏影，颜值和身材气质我们都是服气的了。江疏影这两天在参加活动的时候，被曝光了很多路人镜头下的她的照片。但是，看到这些照片后不得不说，这颜值也太高了吧，气质也太好了吧，这个腿不愧是圈中的美腿前几名的女艺人啊。这是确认过眼神，你是对的人吗？真的是美爆了。而且江疏影虽然连续赶场跑通告很疲惫，但是面对热情的粉丝她还是很暖心的。不仅满足了大家的各种要求，还给现场的粉丝发糖吃，别人家的爱豆怎么这么好。所以说江疏影啊，她的走红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只是看上去有点累的样子，希望工作之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